啊，绝对没有想要什么性骚扰的意图，对，当下气氛好，然后什么？那我觉得重点是，如果女生不开心，我们都愿意道歉跟赔偿。当下我可能没有知道她不舒服，然后后来跟我说，我说我打她屁股这样，是我最后一个重点，荧光笔画起来。如果女生感到不舒服，我们都愿意道歉、赔偿 ，yes， 因为我不喜欢让别人不舒服。这事情都讲过啊，你们也知道啊，你们都知道啊。没有，我们不太知道。没有，我早就发文都讲过了。反正就是，绝对没有想要什么性骚扰的意图，对。当下气氛好，然后什么？那我觉得重点是，如果女生不开心，我们都会道歉跟赔偿，是认真的，对。因为我这个人出来玩，秉持着一定要双方都开心，男欢女爱一定要双方你情我愿，我才要。对，但是如果女生不开心，我们都会道歉跟赔偿。那会担心有。留下什么？这个事还好，就是我们就做什么顺命对嘛。对，如果女生不开心，我觉得绝对尊重。那有打电话给她吗？我根本没有她联络方式啊。对，因为我这个心情哦，当然是 QQ 啊 ，QQ， 因为就像我说的，我很注重这个，就我很注重你要我才要。对。不是当下就说这个，问他说有男友要怎么办，然后他说可以玩，然后后来也去这个餐厅门口嘛，我打他屁股，然后今天气有拍到，然后他也继续跟我聊天。当下我可能没有知道他不舒服，然后后来跟我说后来在 D 卡嘛，就说我打他屁股这样，是我最后一个重点，荧光笔画起来。如果女生感到不舒服，我们都愿意道歉赔偿 ，yes， 因为我不喜欢让别人不舒服。但如果有女生不舒服，那就是我们的不对。